现在去哪里？好，看吗？进去。走了。走。衣服啊，娃娃袜子，这边还有帽子哦。好，还有一道面可以干干净净的。这边有一些食品，然后食玩也在这里哦。下面有皮卡丘的那个杯面，然后还有旁边还有它的那个饮料，食玩是这种饮料。这种有这两种哦，然后杯面有这个皮卡丘的杯面，看这种口味的杯面。那我们到时候再介绍给大家。还有什么？彩天鞋跟皮卡。皮卡丘的鞋啊。来一个。妈妈想要买那最大的。最大的那一只多少钱？13000。你为什么不买那个妙蛙种子？这个更贵，而且这是更大，行李箱可能塞不下。对哦，行李箱塞不下。对啊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手机壳啊，一些东西，周边商品，然后里面还有衣服、外套哦。我们去介绍一件给大家，很可爱。你看这件，看起来很普通，对不对？请看他的帽子耶。这件就是那个在阿嘎拍的时候穿的那一件，超可爱的。然后另外一件是这种超可爱的，比较小女生喜欢的，上面都是神奇宝贝的图案哦。还有妈妈喜欢的胖丁，胖丁在哪？那快龙那一只呢？而且是新的哦。现在东京第二代机台，今天限定的哦，10月份限定的皮卡丘。第二代机台比台湾大超多的。里面好玩吗？好玩。好，买的东西有没有开心？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。